我们从道顿窟入口走回伏击公馆。道顿窟是大阪地标级的景点之一，游人抵达大阪第一站基本都会来这里打卡。拥有伏击公馆这样一套民宿，交通网络发达，享受城市核心配套，绝佳的地理位置，根本不用担心出租率。心动不如行动了，